苏理事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本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是中华民国土木技师工会建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那我要感谢过去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对协会的照顾。其实，在七年前，吴林燕女士，还有旺姐，还有文文，还有现在的苏理事长，那么要成立这一个协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惊讶。我想，因为这一个协会也没有任何的收入，也没有任何的能够募款的那个名目，那如何去做好这件事情？那我知道苏慧伦是一个很孝顺的小孩子，那他现在在美国非常非常的辛苦，虽然在华人在美国，但是他必须要比美国人更努力。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因为苏妈妈哈，苏妈妈非常的付出，还有旺姐，还有文文他们很帮助这一个协会。那我想本会的宗旨就如同在讲台上的技师勤孝，还有关怀长者。那其实慧伦刚才有提到说，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协会？因为其实他的宗旨里面蕴含着劳吾劳以及人之劳，如何把自己的父母亲孝顺好以后，还能够把爱传播出去给很多的长者。我想这是协会的最主要的宗旨。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实协会的经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也非常的不容易在这已经刻画长者的这一个活动里面已经办了三年了。那这三届里面确实是走得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也在这个地方代表协会，除了感谢大家以外，我也希望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协会让社会得到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照顾，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协会能够有序的发展。那我也要拜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样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哦，理事长，叫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西方理事。